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联谊，而且你看，想要这种结局。不是，你看我加这么多水饺，都是我的女主角啊。三号对不对？小熊饼干的，小熊饼干这个，刚刚大家都蛮喜欢的。想选三号入住的，请举牌。哦，一起来欢迎三号男星出场。谁呀？睡，他发，原来啊，你在洗地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家，我的家真的一点都不脏，我脏的是我的人性，我姓张，我姓张，我大家怎么讲一点话嘛？刚刚说话很多，你还好吗？脸绿了，哎，你要死掉，要死掉了，要死掉，他真的知道要互动的就是要死掉。来来，玉婷，玉婷，还有拉拉，现在很危险，现在可以发表一点这个证件，真爱表明。拉拉你好臭，我们在录节目哎，拉拉怎么那么走心呢？陈梦，真爱表明。是，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联谊，而且你看，我想要这种结局。不是，你看我加这么多水饺，水饺臭不一样。我们可以一起包水饺，你那么多柳丁要干嘛？柳丁是真的妈妈寄的哦，啊，水饺你看那么多，你看你一个心爱的女生帮我煮水饺，就是我的女主角啊。啊，这样没办法打动你，怎么变我在发表？好啦，对啊，雨婷，雨婷有没有想争取努力？怎么样？突然讲不出。只是不是有别接的，也不一定，我们不一定要天天见面的。OK， 好，各位，你们两位的选择已过，我刚刚已经说了。你可以放弃，你可以争取，你们两个都争取了，都争取了。但你可以放弃你争取的机会，但是你不能决定人家爱不爱你的权利。现在选择权落到了张立东手里，立东现在选出你的地狱倒霉鬼。地狱要的是谁？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大家从头到尾不敢看我，越不敢看我就越要选你。谁？两位算是松了一口气，为大家准备的是要死掉了。怎么了？哎，我们你要就该松了。不是不是，哎，那拖鞋，对，然后穿上袜子，感觉没什么。不是啊，但这个袜子有健康身体的疗效，对对对，健康步道袜，是有特殊的设计在里面。现在他现在已经，他会把心思用在别的地方，已经设计在里面了，里面这么大量。他完全是何为呀？这个是有经过穴道的那个，这个有专利耶，这个有专利，要专利耶，对对对，很健康，来来来，直接设计在里面呢，连鞋子都不用穿了，你要逃还逃不掉。大热门一整天就在想这些怎么对付，你逃不掉的，逃是逃的啦。好，哇塞，哇，哦，哎，你又还没喘，很痛，不是站不起来，来了，好 ，OK， 来，你站上上面 ，Oh my God。真的会死掉，真的要死掉了，真的。钢珠，钢珠哎，钢珠哎，不是钢珠，我们不会花那冤枉钱，只是普通的弹珠。哪有钢珠？哦，要死掉了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哎，阿旺，冲啊！哎，要背拉拉，美女背你啊！哦，那重量下去。咦哦。来来，要死要死要死！死掉了！哇哇，你看好温馨啊，这个画面。哇，你看，怎么可能放进去？哇哇，好悲伤哎！这一趴可能，这一趴可能会搞得，应该两个钟头要了。对呀，搞到出人命。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我帮拉一下，我来我来，哎呦呦！哇，拉拉加油，拉拉加油，拉拉加油！拉拉都快不行了，加油！哇，他人都拿来了，金匠是！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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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慢慢慢慢。
来，先稳住，稳住，镇脚。你先告白了，你先告白了。其实，你不要上，立冬，你在后面一点啊，后面一点啊，你不能拉绳子啊。对啦，后面一点啊。哎呀，哇，哎，真的是老杯少哎，上上一点，往上一点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往上，往上，高一点，才有机会细一点嘛，哎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其实拉拉的杆子拿高一点就好了，拉拉的杆子拿高一点就好了啦，对啦，啊，好难哦，快拉的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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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立东的脸，张立东的脸，张立东已经生无可恋了。死完了，也好吗？张立东，快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就是我，谦逊了谦逊，终于能整首歌播完，就是你，哎，加油加油，你办得到的，你可以的，好的，失败啊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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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哦哟。哎，不错了，有女神这样欺负，整个哎，冒冷汗。哎，立冬那个立冬那个弹珠会不会已经下到脚底下了？好像镶进去了。镶进去。那以后就不用再穿健康步道了。对啊，自带健康步道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制作单位也省时间嘛。拉非常的敬业，非常敬业。是。你现在没有背的状态，你套一次看看。真根本也放不进去。我让你用两手都没关系。这真的蛮难。哎，不是啦，握杆子，吊杆有没有？啊，张就搞那么久了，然后又背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真的有难。张知道什么叫做二诊了吗？好，完全明白。一分钟之内套进去，奖金50,000元。好了。哦。30秒了，你已经那么近了，哎，他真的拼了，因为奖金50,000哦。哎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时间到，我不如进去了。好，恭喜张立东哈，他会把那个家里的钥匙打一副给你。对对对，你随时进去。打一副给你，好吧。立东，你讲讲话嘛。他起了。有背到吗？错的啦。对呀，你都有福利。有背到的呀。对呀，真的不太行。对呀，中医健康步道。不会录成这样啊？哎，你等次，他连续十几次来都跟健康步道。对。是，对，多好，恭喜了啊！回去做，回去，哇，这身体健康好啊！来，爬回去，爬回去，先过来，先这样啊！真的，你猛，你要卖香吗？没办法，还是卖抹布？不是介绍家里，会介绍这样。